从大概一个月前，我们收到就是要来 Ultra 表演就有开始慢慢的进行啊，因为几乎每一个台湾的音乐电音音乐季我都会想要参加。我最近嘻哈变很红，但是我觉得下一个就是电音，我不行，因为原因是因为我的 freestyle。我的 freestyle 跟吴亦凡差不多好笑，所以不太行。对，接下来的规划我就是要做一个电音专辑。为什么不再做嘻哈？ You know, 因为我想做的音乐。You know, 就是我不管了。